It's our set. Camden 这里船要过水门，因为前面那里水位比较高。火锅票是找准了。阿嬷看酒，我都不懂酒。跟大家推荐这款啤酒，它是葡萄柚啤酒，非常好喝。它是真的喝得到葡萄柚的味道。这里有一款 Sake， 它是 Wasabi 加 Apple， 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感觉不错，给一个吧。对吧？哎，柚子的比较好。干带麦给我吃到马上。柚子 and cucumber。cucumber 真的蛮香。这里居然还有番茄口味的酒。Wasabi apple sparkling sake。有苹果的味道。蛮好喝的，没有什么 wasabi 味，就一个酸酸的 sparkling water， 没有什么酒感。到底看食物有什么乐趣啊？得到心灵上的富裕，心灵很饥饿。的小狗狗，樱花哎、欸，我靠，还要导览，这边有一个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你有看到那个新闻的照片吗？我没有，一整片粉红色的，天哪，太梦幻了吧！这样、欸，我看我看，来分析一下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看起来，严格来说。这个一颗树干，一颗分支，两颗树搞定。OK， 那我们去那边看可不可以拍出来这种照片。那你现在对这边是往这边反向的？差不多啊，其实应该是偏这边。所以到底要往哪里走？那边嘛。妈妈，看，哦，记者没有骗人的，一整排哎，真的是一整排哎。哇，看不太到，但刚刚有一阵樱花雨哎、欸。哦，感觉很强哎、欸，厉害吧？你躺的好像很舒服哎、欸。因为最近是复活节啊，然后超市就有很多就是那种很大的巧克力袋。然后我们那就是前几天经过 Marks and Spencer 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来黑莓，这无法忘美。嗯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打算来开箱这个。听说好像巧克力长得就像黑莓，就像那个。那先把这个拿出来。哇哇，这怎么拿、啊？这可以吃吗？这可以吃啊！你看，这应该是哦，这可以开门的啊！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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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，哇，对，怎么怎么了？它的底座啊！好笑，就算了啦，你就整颗吧。整啊，对，它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是因为我手热。哇，
欸，其实他做的很好，还蛮逼真的哎。空的，摇摇看。空的，那我们买这个干嘛？里面会有小蛋。我要吃它的喙。喙。吃它的嘴巴。我谁会买这个给小朋友啊？你呀，你买呀。那为什么你买这个？就是觉得它长相黑莓，感觉很可爱。我们应该去开一个大颗蛋蛋，里面有很多小蛋蛋，等下可以买。这蛋蛋要吃几颗蛋？还好，这個、没有很甜哎、欸。嗯，我以为会很甜。我觉得是你的衣服，我觉得蛮合理的，因为他给我拿去烘了。我给他烘缩水了。哦，这是真的哦。这是缩水。我原本 size 是很 fit 我，但是它不是很 fit， 它是有点宽松，很舒服，很喜欢，就被他烘了就变小。还蛮适合你的、欸，是不是？你说多贵啊？1.5 million one bedroom flat。我们可以买这里吗？可以啊。Zara 衣服随便你挑、啊。我说我买这里、啊、住这里、啊。住这里啊！刚刚有一个人在阳台看起来超糗。对啊。我连租都租不起、欸，何谈来的买了？对，我又买了一件 Zara Kids 的裤子。我真的推荐大家在国外可以逛 Zara Kids， 比一般的便宜。买 Zara Kids， 尤其是裤子，完全都不用改长度，推荐。但前提是你要是小矮子。今天晚餐来吃一间斯里兰卡餐馆，叫做 Paradise， 反正就是有跟米其林推荐。而且我们今天很幸运，就是我们其实今天没有定位，刚好有人没有来，所以我们就很幸运的得到了窗边位置。我要沾酱吗？可以不用，是原味一口。还有一个很香的炭烤味。那沾酱完全变成不一样的人了。我觉得它的酱很好吃，酱很特别，但是很辣。这个更辣，这是小米辣，巨辣，头皮都痒了。哦，辣哎，辣，不行吧？这太辣了吧？哭了，真的太辣了，真好辣、啊。尤其没什么头发，就是直接滴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喷火的特效。他们一直说很辣，可是我真的觉得还好啊，是好吃舒服的辣，就是他们两个太夸张了。之前我跟余茂家，我们是去吃另外一间餐厅，它就是他们好像是传统的小点，嗯，那像早餐店在台湾早餐店在，真的很像火腿蛋吐司的味道。你 是不是不常吃火腿蛋吐司？这个茄子也有火腿蛋吐司，不是？努力一下。我知道，公演乌醋的味道，这是乌醋面的味道，而且是台湾那种公演乌醋。那牛肉超好吃，那小块大概跟我手指差不多长，然后是一片的，一块这样四磅，但超好吃。超好吃！哇！哇！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你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，他一直要看我？那我已经很习惯了。会不会睡的人是我吧？是我吧？我点了一个蒙冰沙的酒。吃冰还在喝酒。
好喜欢哦。醉了，晕了，太晕嘞、欸！这不是柠檬冰沙吗？我才喝半杯而已。跟大家推荐这支卷发棒是Motel， 我之前其实是在日本买到的，真的觉得它很方便，因为一般卷发棒你不是要用就是要去找方向卷吗？但这次很方便，是它中间有一个缝，然后你就把头发这样插进去，然后就跟着就随便你想哪个方向卷，然后大概停个三秒下来，然后就会有一个还蛮自然的卷度了，对手残人很友善的卷发棒。我觉得它真的很快速，它加热的速度还蛮快的，然后我觉得卷头发起来也放得方便。然后睫毛膏的部分，我最近就是爱用1028这一支，我又忘记它品名叫什么，但如果我有记得找的话再提来这边给大家看。我觉得它厉害的点啊，就是在于它倒不是说会让你的睫毛就是多浓密或者是多纤长，可是它非常的厚卷翘，就是你一整天下来，它现在你的睫毛现在是在这个角度，你晚上卸妆的时候它还是会是在那个角度，就觉得它很神奇。就是我第一次用到它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惊艳到，我觉得万一这支睫毛膏以后停产了我该怎么办。我后来也有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一支，然后他们也在用，他们也都非常喜欢，就推荐给大家。这个是我最近买到觉得非常好用的 Elizabeth Arden 出的，它这个叫做 8 Hour Cream， 然后它其实挤出来是这种很像透明很像药膏状的那种质地，它不是奶油，然后它有点像是唇蜜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的对抗死皮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我是那种只要擦除唇膏我嘴唇一定会有很多死皮的人，但是现在就是先涂这个之后就几乎不会有死皮，是非常推荐。然后大师椒，你要不要吃一口？你要吃这个吗？好，等一下。甜，干嘛呢？这是一个套餐。刚我们都以为这个面包里面可能有一些很厉害的夹心，结果是空的。这个叫做十字包。在晒太阳，我们在摄政公园 Regent Park。 今天天气好好，我们现在在摄取维生素 D， 跟众多的英国人一样。我觉得太阳之于英国人就像是天花板的灯之于菲尔一样。他刚刚一路上在看帅哥。后面的观众有人会喜欢我、哦、记者请私讯。这应该是樱花吧，有很多亚洲人的地方应该就是樱花。碰到障碍了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花，有知道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桃花、樱花、梅花，还是它其实什么都不是。我现在用这个扫植物的，果然是不求甚解的博士生呢。扫这个，然后就跟你说，所以是什么啊、哦、？Cherry， 所以是 Cherry， 所以它真的是樱花。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，那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吧，樱花吧，日本来的。Cherry 是樱花？对啊 ，Cherry 就是樱桃啊，樱桃就是樱花的果实啊。屁啊，最好是啊，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吧？最好是啊，都可能。你去查、啊。不可能。樱桃是梨属，樱花是樱属，界门纲目科属种，就是他们只是亲戚关系，他们不同属，好不好？他们不同东西，你懂吗？你懂我的明白吗？不是，你懂我的明白。
失败。刚那个巨后，这个巨宝哎、欸，买个切肉机啊，潘。OK OK， 这个有没有？好冰啊！今天晚上要吃寿喜烧。哎啊，你下午切的那个嘞，猪五花嘞？下午有人切了千辛万苦的猪五花，这个我们特价5磅，然后特价才3磅吧，超便宜啊，而且很好喝，它就是一个梅亚酒，不过它好像是期间限定。你上面给它装好。啊！我以为炸掉了，吓死了。它是真的炸。这个酒真的很好喝。沾蛋液，你要不要七月粉？嗯，是寿喜烧有在加七月粉吗？有、哦。嗯，可以再加点蛋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我没有吃过哎、欸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是直接这样加哦。要加多少？没有吃过哎、欸，沾七月粉的蛋液。因为它应该第一次吃哎、欸。嗯。它多了一个味道，可是就没有蛋的甜味啦、啊。但是你加太多，有可能加太多，要不要打一个呗？你现在囤爆米花是什么意思？证明啊，可能又不会坏掉，装不是蛋啊。他也戴泳帽，因为只有戴个蛙镜不戴泳帽，不太习惯。他想说在厨房里戴个泳帽，你的妈妈会不太习惯。好了，结束。